写袂歹，但过吼，你嘛足含蛮讲话呢。我含蛮讲话。喏，一句话什么意思？人家一个查某囡仔，上气血就是讲，哎，姑娘啊，啊你嫁人未？查某囡仔，啊你嫁人几个？啊你拢问这人不爱听的话。啊？那你讲起来，我咪真实的咯。啊，无啦，我是安尼凊彩讲，我是讲后摆咪去问查某囡仔，莫甲问几岁啦，问嫁人未啦，安尼啦。是啊，你是。我听姑娘，你莫生气，咱初认识几面人呀？我看到你的一举一动，确实我真好奇，我唔才想甲你问一个较详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看起来你人哦，啊真刁钻啦，所以你就无生气。不要紧，我袂甲你生气，但是甲你讲，我嫁人嫁一半，嫁半个，嘿，一个就一个。哪有人嫁半的道理？哎呀，这就是有原因嘛。我奉劝，即使我老爸出钱，我老爸是伫咧做元帅，伊若是伊若分来所在，我若要甲我注意婚姻，即若是伫咧交一个条件，我还袂结婚，甲人讲定呢。哦，那你我已经了解，敢若电亲情，只要会正式嫁出门，奉劝姑娘，我想要对。多谢你对我好，多谢你叫我名声，我一定再会。放心吧，一个人大声啊声哦，若是要你安尼，我一定去来倾心，送你的美丽啊。错机会。